你哋。大聲！唔好成日黐住大公講咩啊？我醫生嚟㗎，你冇喐手。我醫生嚟㗎，醫生行開啦。喂，你睇下你睇咩啊？冇乜嘢啊！我睇下你嘢走。認㗎。你嘢走。我冇搞啊！喂，你仲要咩搞啊？我相信首先可能都希望有关的团体都可以即是尊重同埋是可以遵守我哋支联会透过会员大会通过咗个决定。啊这个决定不单是我想是对支联会来讲是重要。我想对香港市民大家是来到参与六四集会都是重要。我首先好希望所有的团体都是尊重。如果大家都尊重同埋是即是合作的话呢我不相信有任何问题会出现。咁我哋经过几年嘅睇返尤其是天后嗰边呢係嗰个入口係比较大嘅樽颈嘅。咁因为嗰个闸比较小相对于铜锣湾区呢边入呢係比较小嘅。咁同埋呢就係都係有一个工程嗰部分进行緊。咁所以呢我哋即係都经过一个思考一方面我哋争取警方係开放一个嘅臨時的車輛通道俾我哋都可以行，今次係成功爭取到。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嗰度咧就唔好再設置一啲嘅攤位，因為如果設置攤位咧，亦都係對嗰個人流咧嗰、那個前進咧有好大嘅影響。咁所以我哋希望兩方面做一平衡。嗰、那個擠塞咧，其實咧就係、是、真係需要有一個比較闊嘅路。咁喺呢一方面咧，就我哋希望。條路咧係要真係要足夠闊，係容納，即係我講十幾萬人係即係都可以咧，係從即係圍繞個兩邊咧可以進入我哋嗰個嘅長區嚇。咁喺呢一方面，我哋覺得咧，其實大家都要做嘢嘅，即係喺即係我諗我哋係用咗我哋嘅力量，係迫使警方亦都開放個等級車通道。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嘅夥伴、民間團體，大家都同時間咧係去了解，都要可以幫助同埋方便市民咧。係進場，當然作為一個主辦單位，我諗支聯會同埋我諗好多香港嘅團體又好，市民都好，都首要係希望可以更加多人嚟到六四去參與。